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林建林，欢迎各位收看《看见未来》。今天是2016年9月1号，又是新的一个月的开始，又是新的一个月的开始。好，那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就来看一下今天早盘的这个当冲走势图。今天早盘呢，开低五点，开低五点哦，好，开在8971。开在平盘附近而已哦，结果呢，震荡没几下就怎样，看到今天早盘的高点8980之后就一路怎样，一路杀嘛，震荡然后杀，杀到今天的最低点，今天最低点9:488883，但见到今天的最低点之后又怎样了，跟昨天一样啊，这跌幅又开始收敛哦，又开始收敛。所以今天哦，简单来说是一个怎样开低之后震荡走低的盘势哦。不过现在时间点下午1点钟哦，下午1点钟，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盘势怎样，跌幅又收敛了，跌幅又收敛了。那现在这个时间点，现在这个时间点，我们回头过来看今天的这个走势图的话，我相信大家都会做嘛。我们回头过来看这个走势图，哦，这个大家一定都知道干嘛？高点做空，然后呢，做空下来之后，在低点回补，然后呢，反手做多，然后再到现在这个位置，这种看图说故事的动作，怎样？没有意义嘛？没有意义啊？为什么？图已经画好了。点位已经过去了，图也已经画好了，机会都已经过去了，然后呢，现在再来看这些有什么意义吗？重要的是什么？早盘的时候，早盘的时候，开盘的时候，有没有办法就规划出今天的盘势吗？如果今天早上8:46的时候，如果今天早上在现货还没开盘的时候，你就已经规划好了今天的盘势，你就已经知道要干嘛，做空，你就已经知道要把空单回补，今天是不是就掌握了今天的盘了？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有没有办法有规划的能力嘛？如果没有，如果各位没有规划的能力，那就要怎样？当然是跟着有规划能力的人做啊。那我们的团队一直在强调的就是什么？我们团队一直在强调的就是早盘就对今天整个盘势的一个规划能力嘛。怎么做规划？除了多跟空之外，还有什么支撑跟压力啊？就像今天这个盘，其实最近的盘很容易这样走，最近的盘其实很容易杀下去，或是涨上去，又回来。那这种盘，这种上下震荡的盘，最需要什么？如果你只知道多跟空，如果你只知道要做多或是做空，然后不知道支撑在哪里，不知道压力在哪里，都会怎样？就算今天你知道要做空，但是你不知道支撑在哪里，然后呢，到现在回头过来看的话，那只是怎样？白做工嘛，又回到原点了。所以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有没有一个方法，一个工具，能够让你在早盘的时候就可以怎样，就可以对今天的盘势来做一个规划，来做一个掌握。那我们是怎么做的？我们今天的第一笔单，我们马上就来看。8:50，开盘5分钟哦，8:50，目前期指在8969附近，直接市价放空一笔两口大台，停损25点。今天
我们第一笔单8:50就直接做空，就直接做空，而且空的点位还不错啊，8969。开盘5分钟，我们马上果断决策，掌握了今天的空方机会点。各位可能会想说，8:50有8969可以空吗？来对价对时，8:54，还有什么？8970呢？还有8970呢？哦，我们的会员朋友空的位置都比我们喊得好，空的位置都比我们喊得好，没关系，我们叫多少哦就算多少，六九我们就算六九。好，开盘5分钟，手上有空单，手上有空单要干什么？手上有空单要怎么做？很简单啊，这个应该背到不想背了吧？哦，多单停利要看什么？压力嘛。空单停利要看什么？支撑啊。那我们今天的支撑在哪里？来，8:46，我们分享给我们会员的支撑，区间震荡满足支撑，8918。所以，我们今天，我们8969的空单就是在哪里？就是在8918出场啊。开盘五分钟，8969空单进场之后呢，盘势哦震荡走低，然后呢，我们规划的支撑位置在8918嘛，区间满足支撑8918，而且这个支撑位置是怎样？8:46，我们就已经分享给我们的会员朋友，今天的支撑位置在8918。所以今天我们8969的空单就是到什么？8918回补嘛，两口单102点了，51点的价差，我们一笔两口大台，两口单就是102点了。今天我们的会员朋友就是把102点搬回家去了，把102点搬回家去了。当然，我们这边还是要强调，我们绝对不是在干嘛？我们绝对不是在用绩效哦，在招揽客户啊。我们绝对不是在用绩效招揽客户，我们在分析的都是什么？专业的操作哦，专业的当冲操作。我们每天在做的是什么事情？我们每天在做的就是利用我们的操盘模组，利用我们的操盘模组来判断多空，然后呢，利用我们的软体来帮我们计算满足点位。有了这两项武器，我们就很容易的就可以对每天的盘势做出规划嘛。可以对每天的盘势做出规划，如果你有办法对每天的盘势做出规划，是不是很容易的就可以做出对的操作？我们的操盘模组跟我们的软体哦，软体点位都是在干嘛？都是在帮助我们的会员朋友掌握价差，掌握价差。当冲操作的精髓就是要干嘛？掌握价差嘛。不然要干嘛？当然就是掌握价差，有价差就要把它掌握住啊。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要留单嘛，我们几乎都是当冲操作啊。那我们这个礼拜呢？礼拜一，哦，合计88点嘛。礼拜二小赔10点，礼拜三小赔12点，今天又把102点搬回家了。我们在做的是什么事情？大赚啊，小赔啊。小赔啊，大赚啊！啊，各位可能会想说，啊，老师你这样不行啊。为什么？我看其他老师的节目都是什么，每天都100-200点哦，甚至怎样300-400点，每天都百点起跳。各位，我们再强调一次，我们在做的是专业的规划，专业的当冲操作。
好，我们在做的不是神话故事，不是神话故事。这个礼拜到目前为止4天，168点，4天168点。上个礼拜呢？上个礼拜8月22号到8月26号，一个礼拜396点。我每天做当冲啊，我每天做当冲啊。当冲会不会赚钱？当冲会不会赚钱？很多老师都说什么？啊，短线不做，为什么？因为他们都说做当冲会赔钱，然后呢，单子做错了，就开始凹，一直凹。当冲不是不会赚钱啊，是有没有这个方法啊？哦，有没有方法？有没有工具？像我们是怎么做？我们是在早盘的时候就怎样？我们是在早盘的时候就做出规划嘛？早盘的时候就先做出规划，今天的当冲方向跟我们的支撑压力，我们是有方法的在做啊，而不是怎样凭感觉。啊，那些不会做的老师。凭感觉，当然都是错，做错嘛，都是做错啊。那做错的话，他们当然会说什么？当冲不好做，不要做。哦，那是不会做而已啊，只是不会做而已啊。想清楚，各位缺的是什么样的讯息？是那些事后的精美的解盘分析报告吗？还是像我们这样专业的实战多空讯息？像我们这样专业的实战多空讯息，各位要想清楚，各位缺的到底是什么吧？各位要想清楚吧。方向可以决定输赢，方向决定输赢，讯息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啊！就像今天的盘势来看，空方大家都知道啊，早盘要做空，但是决定胜负的讯息是什么？除了叫你做空之外，还有什么？告诉你哪边是支撑，告诉你什么时候该停利呀、啊？讯息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呢、啊。讯息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呢、啊。那如果各位手上的讯息是没有办法帮助各位决定胜负的话，没有关系，我们亲自带您操作。看见未来，决胜今日。哦，不止今日，决胜每一天，决胜每一天，立即购，先来先赢，天天好事会发生。先来先赢，天天好事就会发生。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战极限无上限 Virtual 308 GTI 即刻入主 Virtual 全车系，可享最低零头款及低月付专案。期货市场千变万化，如何迎战期指当冲？小林老师每天帮您规划多空支撑压力，市价多空讯息，软体满足点位，加值不加价，14900专案。多重享受，一试就灵。迎战专线02-2578-3777，02-2578-3777。头皮老化速度是皮肤的6到8倍，你需要萌发566洗发精，激活保湿力，毛根再复活，防止头皮老化，亮感升级。蓬松有感，头皮年轻化，萌发566洗发精，萌发发发发。参与金融市场总是见树不见林，见林不见树吗？证券期货双分析师林老师带您纵观全局，期货市价群组，期权操盘软体，选择权策略班，股票特别会员，
多元选择，旗鼓双赢，让您运筹帷幄，掌握多空关键。快拨02-2578-3777，02-2578-3777。黑是元气，黑是力量，爱健黑豆水 ，Black is power。我的元气，我的力量，健康新斗力，爱健黑豆水。期货市场千变万化，如何迎战棋局当冲？小林老师每天帮您规划多空支撑压力，市价多空讯息，软体满足点位，加值不加价，14900专案，多重享受与时就灵。迎战专线02-2578-3777，02-2578-3777。迷人的主角，迷人的主题。古圣陈敏玲，让家厨变大厨。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华财经台。欢迎各位回到节目现场。上半段呢，我们分享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专业的当冲操作，从8969到这个8918的支撑。那下半段呢，我们就来看一下最近的这个盘势哦，最近的这个盘势。上礼拜，整个盘是什么？多方盘嘛，一路往上攻，一路往上攻，台指期最高来到9090。那之后呢？到了这个礼拜，空方攻击的次数变多了空方攻击的次数变多了。各位不要忘了，上礼拜这个市场有多少老师在那边喊空啊？喊空之外还干嘛？带会员做空。然后结果呢？礼拜四一根长红棒上去。这时候就可以看出这些老师在干嘛了。如果这些老师是带着会员在凹单的，没有停损的，都是怎样？都跟散户没有两样啊！凹单之后，一路爆空单，一路爆，爆到今天。终于解套了，今天空单终于解套，然后呢，赚个几十点，赶快跑。这到底是在干什么呢？这到底在做什么呢？其实我们也不是很了解。这个市场就是怎样，解盘师太多啊，操盘手太少啊。一个专业的操盘手不会怎样，受制于成见啊，当机立断，该做就做，部位错了就是干嘛，赶快处理掉啊，部位错了就是赶快把错误的部位怎样，赶快出清啊，而不是怎样，不是找理由找借口，找理由找借口的带着会员在凹单的都是什么？解盘师啊，凹了一两百点，好不容易凹回来了，赚个一二十点就叫会员跑，跟散户有什么不一样啊？看对不敢做，做错不认错。这样的老师值得跟吗？那为什么我们敢做？为什么我们敢做单？为什么我们敢每天早盘的时候都怎样？对每天的盘势做规划。各位可能会想说，早盘的时候是能规划什么东西？早盘的时候是能做出什么样的规划？但是
我们的成绩也不错啊。重点是有没有方法，重点是有没有工具，这个才是重点啊。那我们的最重要的工具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软体嘛，这个最重要的特色，震荡测幅系统啊。这个震荡测幅系统它可以干嘛？在每天开盘8:46的时候就帮我们去做震荡满足测幅啊。每天帮我们做震荡满足测幅，我们就可以知道什么支撑在哪里，压力在哪里嘛。我们每天在做的事情，每天做的规划也是依靠我们的系统啊。震荡测幅系统每天开盘8:46的时候帮助我们的操盘团队掌握今天的震荡满足点位啊。这个软体不是什么，不是乱做的啊。这软体每一个参数每一个公式都是老师自己设计的，都是我自己设计的。其他老师都是干嘛？也没有说都是啦，哦，也不是全部啦。但是我们知道，哦，我们知道有些老师比较恶质的，是做什么？跟软体厂商买软体，然后呢就开始卖了。背后的原理是什么？随便啦。这种软体值得参考吗？老师知道他在卖什么东西吗？想清楚。那我们今天我们的软体点位8918，我们的软体点位8918，这个8918是什么时候就已经算出来的？是8:46的时候就已经算出来啦。8:46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支撑在8918。那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8918的支撑是不是就帮助了我们的会员朋友不会怎样，不会把空单抱着下来又抱着上去嘛？这就是软体点位有没有参考价值的地方啊。是只有今天吗？当然不是只有今天啊。我们来看昨天，昨天的盘8月31号，我们软体点位在哪里？哦，支撑8966，压力9067。一个软体有没有它的参考价值，已经很明显了吧？我们每天在做的是什么事情？我们每天在做的是什么事情？用实战的策略啊，搭配我们的软体点位。实战的策略搭配我们的软体点位，来对每天的盘势做出规划，这样是不是很自然的就可以做出对的操作？有没有这个？有没有实战的策略？有没有可以参考的、值得信赖的软体点位？这个才是重点啊！如果没有这些东西，怎么可能做出规划呢？怎么可能做出对的操作呢？都是怎样？哦，如果没有的话，都是在干嘛？凭感觉，靠幻想。凭感觉靠幻想，就是在干嘛？用猜的嘛，用猜的啊。那我们当然不是这样啊，就是因为我们不是这样，才有办法怎样？每天当冲，然后呢，掌握大赚、小赔、小赔、大赚的步骤。我们也是每天当冲啊，每天当冲啊，每天当冲，我们也有不错的战绩啊。上个礼拜也有396点啊。所以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会做跟不会做而已嘛。重点是你知不知道你的软体在做什么吗？各位也可以问问你们的老师啊，知不知道那些老师在卖的软体是在做什么？他们了解背后运作的道理吗？还是只是随便找间软体公司，然后买个软体，然后丢出来，就跟大家说啊，大家来买我的软体。这个市场，哦，这个市场
为什么这么多人不愿意相信投顾老师？就是这个样子嘛，就是这样嘛。好，要怎么成为期权市场的赢家？要怎么成为期权市场的赢家？如果各位没办法计算支撑或者是压力点位，如果各位没办法判断多空，就是要干嘛？跟着专业走啊，跟着专业走，财富自然有嘛。各位缺的是什么？专业的操盘讯息跟犀利的操盘软体啊，这个才是各位缺少了吧？这些才是各位最需要的讯息吧？就像我们今天早盘开盘五分钟，就直接带我们会员朋友在8969直接试驾放空，然后呢，我们今天的压力点位，哦，支撑点位，不好意思，8:46也是分享给我们会员朋友啊，支撑8918，102点，怎么摆脱输钱的宿命？如果各位还是方向不清、屡战屡败的话，请赶快跟上脚步，请赶快跟上脚步。谢谢大家，我明天再见，谢谢各位。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臭男生，我喜欢你，不需要答案。于是爱情的香气弥漫，久久不散。青春有所谓，撒拉撒拉香水沐浴露。期货市场千变万化，如何迎战旗帜当冲？小林老师每天帮您规划多空支撑压力。试驾多空讯息软体满足点位，加值不加价，14900专案，多重享受一试就灵。迎战专线02-2578-3777，02-2578-3777。哎，奶酪妹 ，QQ， 红豆哥，香香 ，QQ， 香香，香香配 QQ。爱之味奶酪红豆，香 Q much much， 甜蜜的邂逅，爱之味奶酪红豆，爱之味。参与金融市场总是见数不见零，见零不见数吗？证券期货双分析师林老师带您纵观全局，期货市价群组，期权操盘软体，选择权策略班，股票特别会员。多元选择，旗鼓双赢，让您运筹帷幄，掌握多空关键。快拨02-2578-3777，02-2578-3777。铁桥柠檬茶，哦哦哦，那那那，引爆你的畅快。铁桥柠檬茶。期货市场千变万化，如何迎战旗帜当冲？小林老师每天帮您规划多空。